已经退休的国中生物老师孙德庚，他是利用宿舍的后面空地育成了几个新品种的古亭花。他认为种花是他退休以后最美满的田园生活。他虽然满头白发，但是经过几年辛苦所交配育成的古亭花却是多彩多姿，有大红的，有金黄的，也有高雅的春白色，每朵有15公分的直径，比旧品种的古亭花大了3倍。这株古亭花在台中市践行路同心花卉观赏中心要展出1个星期。